Are you going?20分钟的时间，因为我要开一个会，有一个12点到1点的会，所以没有办法吃午饭，所以我就把午饭时间提前一点点。昨天刚好去超市买了新买的拉面，本来想找康师傅，因为我之前在国内最喜欢吃就是康师傅的香辣牛肉面，我觉得味道是香辣牛肉面里面最好味道最好的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香辣牛肉面其实味道是一样，但是不同品牌它做出来味道还是有一点的差别，所以先赶时间。而且昨天回来的时候已经8点多了，所以没有来及做饭，就没有来及做饭，所以就在外面带着吃的。然后我先把拉面下去再说，没时间来不及了。今天突然临时想做一个这样一个30-day vlog challenge， 30天，因为现在是8月份嘛，想8月份其实要期待的事情还有挺多的，所以先把这个月记录下来，将来回头看的时候有个纪念。而且我一直想做这样一种 vlog 系列，但是一直就是一直拖延，没有真正是开始实施起来。希望做一个这样30天能够作为一个激励吧，激励我把日常的生活记录下来。打了3个鸡蛋，感觉这营养值一下子就上来了。就是一个借口吧，让自己这样感觉吃的营养一点。还有5分钟就要开会了，应该已经来不及在客厅吃了，只能在办公桌上吃了，不可惜。
现在是下午大概5:30，终于下班啦，到了每天最 happy 的时刻。待会儿我要跟老公两个人出去打网球，然后去婆婆家吃饭。她买来了那个说羊排、牛排，然后做个沙拉，期待。现在我要带点防晒霜。出门前一定要记得防晒霜，尤其最近天气超级炎热，最热的时候大概有99华氏度。拍，打了大概40分钟球，天气还不错，所以没有太多暴汗，没有太晒。I'm planning on my vlog. Hello, 大家，刚回来了，现在是晚上8:00多，距离我刚才吃完饭已经有过去半个多小时了，所以我现在又上跑步机上。快走一下，然后边快走边看剧。
love is